好，谢谢大家。你是66年属马的是吧？66年马的，想问你的健康是吧？这个老妈妈，你是这样的，你现在的血液里边有问题，明白吗？血液里有问题，影响了你的脊柱。明白吗？明白。所以现在让你暂时性的是坐在轮椅上，实际上你并不是完全依赖轮椅。你如果坚强一点，就是只要里边血液方面调节的一些好一点的话，你还是能站起来的。你告诉我你现在几岁啊？现在46岁。46岁是吧？老妈妈，你身上的灵性很多，主要的是，我不知道你过去是不是开过餐馆的。没有啊。杀过很多的生。不是我。就是那个鸡啊、鸭呀。我杀过。杀过没有啊？没有。还有啊，你有过掉了一个孩子。现在这个孩子就在你的腰上面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你能不能自己念点小房子啊？可以。你现在大悲咒能念吗？能念。已经念了是吧？还没开始。啊，对，先说念。那个大悲咒跟心经都要念，好吧？你呢，心中想得开一点，因为你这个人啊，过去啊，就是说比较厉害啊，比较凶一点，你能说以后我慢慢改脾气啦，或者很凶啦，那你会身体会越来越好的，你相信我，好吧？好，你改不改脾气啊？改。那个你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晚上会经常失眠，睡眠很不好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么自己呢，还经常会突然之间很不开心、很烦恼，是突然之间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个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不开心，白天的时候你还过得去，对不对呀？对。好。请问陆科长，我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其实呢，这个老妈妈，你小房子也不多，180张，好吗？好。你记下来，你能够每天能够称观世音菩萨佛号吗？称108遍。好。好吧。好。啊，其实呢，其实你的病啊，我看呢，你要是坚强一点，不要太怕痛，慢慢你会站起来的。你180张小房子念完之后，你天天念大悲咒，两个手在后面搓，然后搓腰，然后念大悲咒，还有每天喝点大杯水，再加上自己的右脚啊，因为我看你现在的右脚还能动，左脚呢不是太好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了，你还想问吗？还有啊，我想请儿子再帮我看一个过世的人。啊？叫什么名字？曾家，我的家婆。什么？姓什么？曾家，曾曾，曾祖母的曾。曾祖母的曾。什么曾啊？曾国藩的曾，然后娇，娇气的娇。嗯。娇是女字边旁一个娇是吧？对。什么时候不死的？过世不到3年。
是女的是不是啊？是。不到三年。2001年左右。是不是你妈妈？我家旁边的我妈妈。我告诉你啊，虽然你现在在帮她看，她是在下面，在地府里面，但是她对你很不好。她现在跟我说，她很不愿意见你。你过去活着的时候，经常跟她闹意见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过去也是非常难弄的一个人。那你还不完嘞？她说什么？以后你现在不要讲任何话，你给他念28张小房子好不好？好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想不想见他？想啊。想啊，那晚上我叫他来看你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想不想见他？想啊。好了，一个礼拜保证托梦给你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你好好帮他念着，如果你不好好给他念的话，他来的样子很难看的，掐你的脖子就麻烦了。你答应他给他念小房子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念几张啊？28。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告诉你，他你的两个腿跟他也有点关系，是。他经常会在你的左腿上面，明白吗？你现在的左腿虽然不能动，但是他现在在你身上，他可以叫你左腿动的。现在他可以让你左腿动，你左腿提起来，提一下，他叫你动。那一个呢？试试看，来。你现在能不能答应他？能。你答应他之后，慢慢的让他把你的腿治好，好吧？好。是你的家婆是不是啊？是。你的家婆实际上人挺好的，你呢，媳妇呢是比较厉害一点，你婆婆是开始厉害。你开始听到他很多的话，你一直就是很压抑，就是说你服从他的。到了后来呢，慢慢的，你比家婆还厉害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发现了。啊？我发现了。什么？我很快的。哦，他说他很快的。快。啊？他很快。哦，好怕。不是，我很快。他是很坏的人，你看，哎呀，看对了吧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开始把过去很坏的人忘记，你现在天天想我是个好人，我是个好人，你从今天开始就变成好人了，好人才站得起来，坏人才坐在那里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了，好吧。换一个啊，换一个，拿着话筒吧。他其实再努力一下，能站得起来。你讲吧。感恩卢台长。